果然，世界是个巨大的换乘恋爱。昨晚，泫雅和龙俊亨疑似官宣恋情。更令人感到抓马的是，泫雅和张贤胜是 Troublemaker 的组合 CP。张贤胜和龙俊亨以前是一个团的，泫雅的粗 solo 是龙俊亨 feat 的。龙俊亨和张贤胜曾经也是大热 CP， 后来这两个人不知道什么瓜异议了。现在龙俊亨和泫雅又走到一起了。Oh my god， 我现在 be like 梦魇犬，为什么谁都可以，就他不行？